见电动汽车企业云度三款新产品 Pi 1 Pro、 Pi 3 Pro、 Pi 1360今天在福建上市发售。其中云度 Pi 1 Pro 最大续航突破526公里，云度 Pi 3 Pro 最大续航500公里，充电 80% 仅需要30分钟。用上了我们福建宁德的时代新能源的整包的 VDA 模组，从这个产品的本身的特性来说呢，充电速度快，同时呢这个低衰减，长续航。据了解，作为福建本土电动汽车品牌，云度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提升，目前已经向国家知识产权局申报专利270项，其中发明专利106项，授权141项。产品自去年面世后已热销全国80多个城市，目前私家车销售量位居福建省内电动汽车首位，企业的目标是力争进入全国前10。那福建呢，作为我们的大本营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市场，我们也希望呢通过不懈的努力，不断的告知消费者电动车使用的这种未来感的体验，能够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、理解和使用电动车。